24秒。夏小宁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刘雅婷。啊，我记得。过来过来，你什么时候到的公司啊？这不是刚好海选吗？我想再一次过。聊什么呢？汪组长。刘雅婷是吧？我告诉你，如果这次海选你再张不开嘴，改行吧你就。汪组长，您话不能这么说吧？每一个人都有新人的时期，每一个人都是需要被磨练的。夏小宁，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。敢当众让谢总下不来台，可没你好果子吃。夏小宁、刘雅婷、赵丽，进来准备。哎，等会儿，你看一下，按照上面的要求买一下加班餐吧。我马上到我路了。你一个什么都不会，少这一两次又能怎么样啊？反正就是个陪跑的，快去，去吧。这么远啊？我这个人很人性化的，我要让我所有的组员满意。去吧，给我也带一份。我要蟹堡，在中山路。OK。中山路很远的，来回一趟至少要4个小时。是啊，王组长，就麻烦你跑一趟了。我，谢总，我这还会呢。是吗？可是我看你很闲啊，快去吧，我饿了。好。王组长。辛苦您啦。谢谢谢总。没事，你快去吧，加油。